你好，我是太阳，好久不打排位赛了，哎，被认出来了，别怕，让我带你飞。哎呀妈呀，刚出动就被大冰块砸脸，还是不要贪心，有一个蛋糕就够了。不愧是我三姨太的粉丝，都喜欢拿着大花瓶推奶酪。看我们的凶神恶煞二人组，跑得快还伤害高，看看托普斯只能欺负欺负杰瑞叔叔。别怕，让大侄子来救你。哎，管道被占了，没事，还有机会。哎呀，这是千里吃炸弹呀，可怜的杰瑞叔叔还没看见别的房间就光速飞天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报仇，不能意气用事。响应剑客莉莉的呼唤，我们先吞奶酪，抱着大花瓶。哎，这只猫突然出现凶手，还好打的是血厚的剑客莉莉，要是皮儿包体弱的咱们肯定扛不过这一转。我躲我躲。哎呀，女主人有点过分了哈，托普斯本来就有分身，三打三让我们小老鼠咋活呀？救命啊救命啊，谁来救救太妃呀？嘿，我太妃又活了。吸取上回的教训，我先在这里放个感应雷，上当了吧？强风出现了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水花子。三级地雷，你怕不怕？哎哎哎，三只老鼠加两只猫，有点太混乱了。我帮你引开一只，追我呀，小猫咪。呵呵 ，CP 好了，这把一定能赢。哎，不是吧？最后被抓了，我来救。是不是绝对不是买一送一给猫咪送温暖。得了，现在只剩我和粉丝大宝贝了，耳边猛男单挑，杀我太妃，让托普斯知道你的厉害。